那个议事人员，我们去打几个电话通知一下本院的委员同仁，我们要继续开会了。 那个冷气，哦，那透早讲一个，下晡讲一个，寒到要死啊！啊，浪费电。87。
拿一份给我，这一份。第39页。好，我们那个继续开会啊、哦。那我跟委员会做个报告。我们上次啊是审到第87条嘛，对不对？哦，我们审到87条。这个张明念的吗？地宽啊，87条。那我们的程序哈、哦，先把所有的条文都走完啊、哦。那等一下再回头来处理几个部分啊、哦，就是说罢免相关从提案到投票。的这个门槛啊，等一下再一并来做处理啊。那另外一个上次没有处理的，就是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公办说明会的部分，那个我们还没有处理嘛。对。哦，那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艺人76%。这个等一下，那还有一个呢？然后就公职人员。什么？50条。说明会，哎，合并举行啊。哦，是不是要合并举行？这两个比较大的争点，等一下我们回头带回来再做处理。39页，39页，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处理87条。好，87条罢免案投票，哦，同时举行。那87条，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啦。好，90条，这个是投票数嘛？哈，这个等一下再处理哈。然后94条，哦，94条就是原来是竞选啊，那再加。罢免，那大家有没有意见？94条，那慢慢来，没关系。哎，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94条按照修正意见通过。啊、102条，大家看一下条文，来来。前面有条文讲那个提议权人哪些人不可以嘛？哎，但是我们前面有记得说，那个那些限制啊，只限于那个提议人之领衔人呐、啊。啊，所以这个地方那个提议权人要不要留？这个提议权人呢、啊，还是一样啊，还是要留？不是这个，因为你有提议权，结果你被就被收买，不去提议或者是做一定的提议，你只要是去提议，那你就是提议人，但你被收买结果没有去提议，那就是有提议权人，所以这全部包括在里面了，有提议权人就包括了、嗯、这就算是一种 跟买票同样的概念、啊、跟买票同样的概念。法务部说明一下，来，法务部。
不好意思，因为关于这个102条这边有一个没收的一个规定，那因为我们刑法的没收的规定已经通过有一个新制，但是这个新制的话，因为为了要配合说其他特别法的规定的话，它是在105年，就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施行。那它在施行细则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在105年7月1号以前的一些没收的规定，如果在7月1号以后没有配合修正的话，那旧有的规定就是没有效力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修法的话，那因为不知道通过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在7月1号以前通过的话，可能7月1号以后，这个关于没收的规定的话，可能主管机关还是要通盘的考量，看要怎么配合新法的修正。对，以上建议。对，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是建议说，就让主管机关就没收的部分呢，通盘考量说，要不要配合刑法的部分来修正，这样子是不是回归刑法的规定就足以，或者是说还要有一个特别的规定？以上建议。对，因为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建议的话，那7月1号以前通过，那7月1号以后你还是要再做一次修正，因为这个是刑法施行篇，它就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在那里。对。修正呢，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交由主管机关，然后配，不用，我们是建议你们说在就是你们这一个选罢法，它还有其他的没收规定。那法务部其实已经有跟各个机关讲说，可能要通盘的考量。那这个部分的话，就等到，因为它所有的部分就是说以对，那等7月1号再请这个主管机关他们来配合的。你的重点是什么？你讲一堆。对，大家在听你的结论，你就、啊、我们的结论就是说，目前的话，就目前维持这样。那等7月1号，请主管机关再去处理，对，通盘考量，对，就是不修正。啊，这个讲话、啊，你先把你的结果先讲，然后你再讲你的理由，这样不是大家省事吗？对不对？好，啊，就按照李委，好，我们就按照李委员的文字提案修正通过，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104条，哦，这个一样嘛，好、哦，这个没什么哈、哦，然后就按照林俊宪委员的版本通过啊。哦，来，接下来110条，有时代力量的版本啊、哦，高志鹏、李坤哲，我看到一大堆啊，林俊宪又提了一个，林俊宪提几个案呢、啊？这个主席是不是先保留啊？因为第50条已经保留这个第三项啊，那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部分是牵动到哈、啊，就是第50条我们前面保留，那这一条现在是不是一样继续保留？哦，好，好，但是这个部分第三项保留之外，其他呢？其他怎么处理？其他没有意见吗？要在这里还是要在这里讨论呢？跟委员报告哈，在我们最后第2项那个有一个修正意见呢、啊，就是如果是委托夹报的话，原先那个规定条次错误，应该是第5项，他那个本来的条文就搞错了。所以我们是要把它修回来，变成第5项。第5项，然后委托人跟受托人是政党跟法人或非法人团体的话，要并处罚他的代表人跟行为人。我们原先就有一个文字修正意见，对不对？修正意见，对。那一份还没有，再拿一份。那个我们委员有一些委员没有带那一本来的，是不是再给委员同仁一份？我们议事人员。这个是第几项啊？一。好好好。
第八页到第九页哈，这个是我们中选会的修正意见啊，第七项啊，文字做一些修正，我这个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哈，委托大众传播媒体刊播竞选罢免啊，原来竞选加个罢免啊，广告或委托夹报散发宣传品，违反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一啊，第五项规定处罚委托人及受托人，委托人或受托人为政党法人或非法人团体者，并处罚其代表人及行为人。各位有没有意见？好，这个应该还好了哈。第七项，我们就做这样文字的一个修正。好，那还有哪边？但是哈，这个第三项的第三项保留啊，但是第五十条的规定，我跟各位提醒一下哈，因为五十条它是列举一些行政不中立的一个事项啊，所以那些列举的行政不中立的这些事项啊，在一百一十条怎么样做处罚，这个可能等一下我们再回头再来回来讨论一百一十条好了啊，但是我请这个中选会还有内政部哈，就五十条，我们当时有大概大家知道我们在讨论一些事项嘛，哦，哪些是三年以下，哪些是比较情节比较严重，哪一些是情节没有那么严重的，可能要做一个区别，哦，然后在一百一十条在讨论法则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再来讨论，哦，好，一百一十条我们先保留，最后一页，啊，一百二十四条。来，这个李俊文的意见，大家有没有什么？李俊文的修正意见，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意见嘛，好，一百二十四条。好。一百二十四条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李俊委员版本的意见修正通过。那我们，哎，啊，那个时代力量招一堆，找一下，找一下，快。哎，对啊，对。我们要对。来，那个各党团找一下。啊啦，崔伯，我等下征求到意见哦。保留的条文嘛。好，我们有几个保留的条文呢？哈，五十条、七十六条、八十六、八十七，跟一百一十条啊。十条，这个是前面挑出来的。啊，十条。啊，这条怎么不搞？哦，这条的是列举的嘛。对。哎，好，来。好，我们回头过来，我们门槛还是留在最后面呢，好不好？哦，把一些这个其他的条文，把它先把它处理完哈。五十条是在讲这个简单讲是在讲行政中立的事项了哈。那我们有列举一些样态嘛？那个条文呢？我们不是有原来有把它列举更具体的一些条文的事项的一些规定吗？那个有没有？各位有没有？
那个是公务员，行政中立法第九条啊。好，那个议事人员啊，那个议事人员把这个民进党有一个修正建议修正条文啊，这个印给大家啊，还有这个行政中立法第九条也印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一份，这一份。我跟各位报告，我们上礼拜一在处理第五十条的时候，哈，是因为大家援引行政中立法第九条的一个规定啊。那行政中立法它就列举了一些违反行政中立的事项啊，比如说你不能动用行政资源，那你不能下达指示啊，你不能利用你职务上之权利要求他人行使投票权等等这个部分，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权这个部分。那这个程度上有一些差别了，所以对应到他处罚的规定啊，是会不同，所以五十条跟一百一十条是联动的了。我们五十条处理完就可以处理一百一十条啊。那行政中立法他有列举了一些样态啊。那按照我们现行选罢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啊，所谓的中央地方各级机关公职人员于竞选期间不得从事任何竞选宣传有关之活动，在这个中选会啊内政部的函释只有提到这个行政资源动用行政资源的这个部分，它的函释了只提到这个部分。那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参考行政中立法第九条，我们它所列举的一些样态就会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个样态的一个列举，哦，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把这些列举的样态对一对，哦，那不同的样态，它对照的法则就带一百一十条，马上回头过来处理，哦，简单讲是这样。刚明了啊，这样说明清楚吗？那你听好不？哎呀，好，所以进资料后大概看一下。我们休息三分钟了，好不好？等那个把条印好，我们再来回头处理。
对对对对。